也是以一个位置上的移动。那大家可以从前两球能够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的削球手在防守方面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擅长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延安呢他是选择了一个吊中近台，而不是更多打远台，我让你没有这个反应的削球时间。连续的四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打到了一个中近台，让朱世赫的削球很难发挥出来，打得非常不舒服。延安是打到了网上出界，延安目前是5-1暂时领先。延安在对阵朱世赫，就除了刚刚前面所说的吊一个中短台的一个打法之外呢，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进攻先保证好。这球就出现了进攻上的一个失误。这球是一个擦网，神剑队中路的连续几板强攻，让朱世赫的防守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那应该说，在前面的11个球到目前为止是4-7的情况，那延安这边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失误，那相信他在这一块也是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调短。李新海，加油！朱世赫，加油！这球是一个擦边。应该说，朱世赫作为一个我们所说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削球选手，能够到现在还在乒超的联赛的舞台上面进行这个战斗的话，我觉得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相信就是我们国球的魅力。来了，这一球延安是一个左右吊攻长短台变化的一个打法，让朱世赫他削球，你喜欢削球没问题，那我削球给你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点，容易让对手造成一个失误的情况。那这样是10-5领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回球出界，那这样延安是以11-5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那应该说，我们看回看刚刚的第一场的这个一个比赛的话，就说朱世赫在削球的质量方面感觉没有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么好。
那我们还是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在整个俱乐部战绩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个人压力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自己的状态处的更多是一个被动和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这球是在两百削球之后，球的旋转是以上旋为主，那延安是在回球的时候板提得不够高，让球下网了。那应该说虽然说这球是朱世赫得分，但延安的这种战术还是可以坚持下去。我们接着来看，应该说延安在前面的五个球当中，他的进攻的这个侵略性是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和明显的，但是在整个一个击球的质量上面，更多的是出现了一个回球出界，就是说战术上没问题的时候，如何在技术上去克服这些失误。球是擦网出界了，应该说对阵削球选手我们来说是进攻更多是以试探性进攻，等到抓到了机会的时候，能确定一板子打死的时候再进行进攻。这球是一个侧旋，漂亮！这球就显示了朱世赫作为老将的在场上的经验。他刚是在延安吊完球之后，那这样朱世赫是以6-3暂时领先。漂亮，延安就是在把握自己的进攻节奏和质量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以说延安其实他的战术是没有问题，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要在技术失误上尽量的减少，而朱世赫方面就是在防守的强度上要更加提高。这球虽然失分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延安他是在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放缓，就是尽量的去减少出现技术失误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打法我觉得是在之后可以继续进行的。相信延安在之后如果回球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应该能够把这局拿下，虽然说现在比分是朱世赫以7-5暂时领先。
言是想要一个调短来结束这球，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那朱世赫现在是以9-5暂时领先。啊，这球是一个擦边的运气球。那朱世赫是10-5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是一个回球失误。那应该说整个我们第二局的比赛呢，朱世赫是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在防守上面的质量是相对第一局来说提高了很多，就在不管说是一个中短台的一个临时的变化的处理上面，还是说远台的一个削球防守方面。这球拍提的高度稍微有点不够，球是下网。这球是连续的左右吊攻。那其实由于我们解说的现场是在我们比赛的现场，所以说可能会受到现场主持人的气氛调动的影响，请我们的观众们能够多见谅。延安是以4-1暂时领先，延安发球。来，全场的朋友们，林心涵，林心涵，加油！林心涵，林心涵。延安是在自己想要进行一个调短的时候出现了失误，那应该说朱世赫得的这三分也是延安在进攻上面出现一些失误。那在前面一个3-1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现在被追回来的，那延安也是在心态上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朱世赫是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那延安要把心态稳住。可以看到延安其实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我个人的感觉啊，是他进入到了朱世赫的防守节奏当中，他过于的想要快速的一板子打死，那反而自己是掉入到了一个防守，对方如果把球接回来，自己是处在一个旧力已经过了，新力还没生的一个情况，就打不过去这个球，或者说回球的质量和力度不够，所以说延安在这一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心态要稳住。那延安
来现在是被朱世赫反超，5-6暂时落后。那延安心态上面应该说出现了一定问题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龙指导是不是应该要叫一个暂停，让延安进行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呢？那延安是连续的四球一个回球出界，那朱世赫是9-5领先。那这球是朱世赫出现了失误，延安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把比分反超回来？朱世赫是10-6拿下了第三局的局点。这球就把延安他的战术打出来，战术和技术打出来，打到了朱世赫一个反手非常刁钻的一个位置。漂亮，调短之后再进行一个强攻，再进行调短的一个战术变化，非常怕的一个类型的一些选手。因为削球选手他其实非常粘人，你会觉得说这板子我已经能够打死他了的情况下，但是他防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说反应不过来了，就说我第二板的回球质量，就是不管说是再次进攻还是说简单的一个反击，都会出现说质量不高，然后甚至是让对方连续的进行一个防守，让你自己的一个进攻在体力上和一个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暂停回来了，这一球应该说延安的运气有点不佳，让大的一个队伍当中呢，他其实也可以起到教练的一个作用，我想这就是一个个人光环的作用，在队里面有越多的这样明星选手，大家形成竞争的气氛之后，其实会让整支球队变得更强。那应该说在这一局就能够看到，在前面三局的比赛当中，虽然说朱世赫是2-1领先，但是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哈，和汗水是比较多，应该体力消耗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连续的对攻调短跟拉长之后，最终是朱世赫先出现了失误，把这一分让到了延安手上。
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像深圳宝宁金海这边的现场氛围是非常热烈的，应该说选手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解说也受到一定影响。很多时候呢，这个更多冲刺的是现场的一个噪音，听不到我们现场。延安在调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延安其实在连续的应该说连续的四五个球都是出现了回球失误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要不骄不躁，保持这个我们所说的进攻节奏和质量上漂亮以及抢攻。分是战成了7-7，延安发球。漂亮，延安这球就是连续的左右左三板的强攻，一个长台的一个进行一个强攻。那其实这球就可以看出来，延安他在保证自己的回球质量的情况下，其实会给朱世赫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朱世赫是个老将，如果拖入第五局的话，可能在体力和状态方面还会有一定的优势。那比分是交替上升8-8。球失误，这球朱世赫是一个挑短，同时加上了左边台的一个前短台的一个挑短。那朱世赫现在是10-8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同时也是这第二场单打的赛点。那这样最终朱世赫是以